一座行为示范的高等学府，一个为人师表的梦想摇篮。河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，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持高校，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入选高校，河南师范大学。学校现有24个学院，83个本科专业，28个省级重点学科，2个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 A 类学科，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10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2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7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，博士专业学位类别1个，硕士专业学位类别15个，在校生50000余人。河南师范大学以校风纯，教风正，学风浓，享誉省内外。学在师大，兴系国家的美誉在中原大地不胫而走。本科生源质量不断提升，录取分数屡创新高，毕业生年底就业率持续保持在90%以上。在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中，河南师范大学累计获奖比例在全国师范大学高居第1名，并在第7届赛事中获得大赛最高奖创新奖，连续4届团体成绩位列前3名。在中国大学评价性价比排名中，我校位居全国第10位，河南省第1位。学校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不断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，先后与40多所国际知名院校建立了校际联系和友好协作关系，鼓励支持广大师生出国学习研究和交流，扩大留学生培养规模。河南师范大学将以更加自信昂扬的姿态，向着建设世界知名、全国著名、区域引领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阔步前进。